玩派社区足球公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全国上下统一合力，掀起全民足球运动新热潮。作为珠根河一带一路创新运动成果， WePark 玩派社区足球公园为中国千万个社区而生，承载时代使命，走入社区，传达快乐健康的运动精神，在社区形成浓郁的足球氛围，助推中国足球运动大发展。玩派社区足球公园是什么样子？玩派社区足球公园是陆道原乡结合大健康中国与活力城市，历时两年研究创新的社区足球场景，将来自北欧的美好生活建设理念与来自荷兰的智慧体育产业融入到中国的城市更新与社区营造中，解决城市社区多样性足球场短缺的痛点，真正做到全民全时全域，让快乐足球进入社区，形成可持续的社区体育新经济生态圈。玩派社区足球公园以48平米的24小时智能足球场为核心，吸引非专业人群参与足球运动，感受足球的快乐，以点带面连接起全球足球爱好者，举办全年无休的智能足球赛事，并与当地专业俱乐部展开合作，丰富本土青少年足球培训课程，以智能创新内容重新定义社区足球的生活与人文。玩派社区足球公园以48平方米加 N 的空间，合理利用具备条件的社区绿地、公园绿地、城市广场、河滩地、屋顶、体育公园、郊野公园等地，叠加非标练习场与标准足球场，以及全民足球指数大厅，功能复合，一场多用，真正实现城市社区5分钟快乐足球生活圈。来看成都宽窄巷子旁的玩派社区足球公园，依托青羊区少城街道河滨整治工程，以两个48平米智能足球场为核心载体，叠加150平米快乐足球练习场、70平米全民足球指数大厅以及40平米社区康体健身场，通过线上平台加线下场景，最大化启动社区人群参与足球运动与积极健康的文体活动中，营造更具活力的社区生活。线上平台采用小程序加远程管理后台加智能硬件的产品整体架构，小程序用户端实现扫码进场、赛事参与、课程报名、游戏挑战、视频分享等，后台管理端实现人数统计、人群分析、指数发布、场地管理等。通过设置对公众开放的社区活力指数发布显示屏，以可视化屏幕信息，让社区居民也共同参与建设活力社区。线下场景实现从社区智能足球课到全球社区足球联赛，体验丰富多彩的足球运动和交流活动，一球成名智能足球挑战赛、玩派家庭日，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走进各类足球青训机构与俱乐部，同时以运动文创为切入点服务社区，举办来自芬兰与荷兰专业机构的体育、文化、艺术类特色活动交流，共建活力社区，提升城市品质。WePark 玩派社区足球公园将社区足球场与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紧密结合，创新孵化社区文体产业新经济，促进城市有机更新，共筑城市美好生活。陆道原乡智慧体育产业发展商，创造全球领先的新体育场景。